很带数量哦，这一款是我们店里就是放在店里卖的时候就第一名的，而且还蛮多人包色，基本上大家一进来就看到它，然后穿上它都非常满意。这一款真的很舒适，我自己也有拿，它的鞋跟就是做这样木纹跟的，很有质感，而且重点它是很轻的那种，然后穿起来侧边看的跟很漂亮，是很稳的。然后这个是脚踝带的设计，所以其实这个带的地方是可以调动的，就是你可以如果脚踝比较细的人都可以再调紧调松这样子。然后重点是它的前面这个啊，因为很多凉鞋不见得说前面这种细带的会好穿，但其实这个很软，就是它其实你穿上去是很舒服的，是有点弹性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它超级好穿，就是像我脚板宽的人穿起来都非常好看。来跟多高高度，我穿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米色，好，还有一个黑色，它其实穿起来超舒适的，就是你可能走走跳跳多少，跟高5.5公分而已哦，5.5公分，它非常好穿啊，各位不用担心，真的。对，不需要担心哦，因为很多现场客人就是直接穿上去，脚感都说超舒服的，而且穿起来很漂亮。然后后面我觉得它后面也很美，因为后面是有点交叉的设计，就是它是扣住你的脚的，就无论是瘦脚或是肉脚的人，穿起来都很舒适。很漂亮哎，这个大宽裤啊，或是穿的合身的牛仔裤都很美，超稳的，超级稳，才880块，880，有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加。然后黑色的话，套黑色给你看一下，它版型是正常的哦，而且它的底是还底是有软垫的。底啊，压下去是有点软软海绵的感觉，黑的，黑跟白我觉得都是基本百搭色，所以难怪客人都包色，有些是新竹来的啊，比较远的，有没有？我试一下。哎，你们要来？云婷，云婷要打尺寸哦，云婷。嗯，莫非云婷这一双就是要不用钱的？哎，这双赶快你们要可以加黑色跟米色的，黑跟米，这个夏天不能错过哎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基本不退流行的款式，就是穿比较淑女的衣服都可以搭。云婷米37要等哦，没有现货了，米色目前现货剩35而已啊，剩35。正常，正常，真的没有平常没有穿跟鞋的话，这双有喜欢可以来一双哦，你不用担心它的跟高好不好穿。这个跟高是很好穿的，这我们现场客人真的好几个都包色了，就卖真的卖超好，穿了就包色了，真的。这双是真的，就是真的是大受好评的凉鞋，你们要来一双，因为其实你们这样看会看出跟会不会不好穿，我帮你们鉴定过，我们现场客人每个穿也都说很好穿，你们要来一双。我觉得这个配窄管牛仔裤也很好看。你这双穿几号？38。对，慧如我的脚是38，我这个米色就是38，它的版型是正常的哦，平照自己平常尺寸买就可以了。来，米色除了35号以外，其他都要预购哦，其他都要预购，放心，我们已经前几天已经追加了，对啊，不会等太久，因为我知道厂商已经出货了。真的可以拿，而且它这个款式，它是因为脚背啊，就是夏天穿凉鞋非常舒服，而且它完全不会结脚。不结脚的，好不好？就你们不用担心，价格也非常的甜哦，而且是好穿的哦。这个其实都是卖1000多块的哦，超优惠的880块而已。嗯，搭个短裤也好好看。没错没错，凤珠。哎，凤珠，真的，凤珠姐这双，我觉得跟你买的，我们鞋子真的比较挑，讲真的，你看我们都没有卖那个很便宜的鞋，因为那穿起来真的就是不好穿。对，而且底就会硬硬的。对啊。好穿的鞋就是你自己穿上去，你就发现不一样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好穿，而且有时候用有点跟的嘛，它的底是有软的话，穿久比较舒服。然后这个底的质感，你们看就是跟那个。很便宜的那种薄薄一片的那种感觉就是差很多啊，对啊，对，便宜的话可能穿久的话脚底板很痛，对，尤其是脚肉的人，像我的话，我比较喜欢穿底是有点厚度的，但这双真的超好穿的，它是就是有软软的感觉，是真的很好穿，有一点厚度的，对，所以穿上去是真的脚感很舒服的，对，而且我觉得配个牛仔宽裤都很好看，脚感很好，好，来编号02号黑。黑色跟米色哈，黑跟米哈，官网会员价只要880，有喜欢你直接加好不好？直接加，我们要换款了。